这公安列车到那111年1月13号，那个台北双机场观景台15:24出发的是台北双机场飞往那个马公横干机场的 ATR-76 型螺旋客机起飞喽，滚行起飞，拜拜！如果喜欢麦克马他们，多多点我们打击光片，超感动。ATR-76型螺旋客机在台北双机场已经起飞喽。拜拜，落下面个马掌门，多多点我们的好友，再见。